家好，我是韩国瑜，真的酷，我是林轩，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一天工作日常，耶！但是在活动里面，对，我们在活动的时候，然后刚好我那一次是自己一个人出席活动，对，然后他说他看我可怜的时候就跑来找我，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好像有点孤单的感觉，我就邀请他要不要一起拍照，对，我们就一起合照了，然后因此开始试一下有一些连结，对对对，但是也没有到那么多，对，没有。有一天他就密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嘉义玩。我想说还是可以跨出这一步，我试试看。然后殊不知我们去了，很像我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，好像真的是那个频率是对的，对，超级对的。想说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因此从那次之后就开始变得很熟，然后就很常出去玩。阿兜，我们两个的菜好像蛮不一样的，就是他还是喜欢单眼皮小眼睛，然后我觉得我是走那种双眼皮大眼睛的狗狗眼，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菜就不是朋友了，这可能会吵架，很有可能会吵架。那我觉得最适合去的地方应该是法国。我觉得法国，因为闺蜜很爱购物，对，我们购物这种东西超适合，就是，而且她这个人超喜欢吃甜点，那边就是甜点之国。那我们就是吃一个甜点，然后再去逛街，然后再拍照，这个蛮不错的，完美。法国很赞。我会觉得他今天现在的 look 比较像他平常穿的style， 那前一个我就觉得他很像那种公主一样，我比较喜欢他这种公主的感觉，而且我们平常有时候也会互叫一下，我都会说金公主、林公主。Look one 是我比较喜欢的，那你觉得？我觉得是，如果这两个的话，我觉得是你现在第二个这个也是比较公主感。现在这个刚好流行发饰，所以也超适合你。那下次我们就穿那一套去法国玩喽。气质，气质，对对对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